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前两节课在正式讲经之前，就算有一个开场白。现在开场白讲完了，从这节课开始，我们就正式试讲《无量寿经》。请大家首先看这个经题。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就是无量寿经的全称。平时我们都简化成无量寿经。现在下面呢，我想把这个经题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我们看佛说的佛，这个佛是什么意思？是印度话佛陀言，佛陀的简称就称为佛。翻译成中国话的意思呢，是觉悟。那什么是觉悟呢？觉悟就是一个对自己以及自己生活的环境真正明了的人，这样的人就称为佛。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佛是人修成的，他不是神，也不是仙，啊，他是人修成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那经题里的这个佛是指谁说的呢？因为佛很多呀，同学们可能问，这个佛是指哪位佛？这位佛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里，我还要补充说一个意思：《无量寿经》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特点，就是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两尊佛共同说的，这个是其他经所没有出现过的。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说，这个经题上的佛，代表释迦牟尼佛，也代表阿弥陀佛。下面说说大乘。什么叫大乘？这两个字原来是指大的交通工具，就是能够运载许多人从这个地方到达另外一个地方。啊，就是大的交通工具，在这里，这个经题里这个大乘是表示什么的呢？是表示佛的教学可以帮助不明白的人成为明白的人，啊，就是让不明白的人成为明白的人，这是什么在起作用？是佛通过教学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所以这里这个大乘两个意思，一是原指大的交通工具，二是在这里比喻佛的教学，这是大乘的意思。下面接着往下看，无量寿，什么是无量寿？这个无量寿是自己的真心本性。本来具足的一切的无量，注意第一句话后面没有那个寿，嗯，我再说一遍，无量寿是自己的真心本性，本来具足的一切无量。那这里的无量都包括什么呢？举几个例子说，这也不是全部，比如说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光明。
无量的寿命，无量的相好，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说这个无量寿只是作为一个代表而已，不是就是单纯的指寿命，而是代表无量的无量。刚才不举了几个例子吗？这里的无量寿只是一个代表，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取无量寿做代表呢？因为一切的无量中，无量寿是最最重要的，是不是这样？寿命嘛，一个人来说，如果你没有很长的寿命，你其他的所谓的无量，比如说光明也好，相好也好，德能也好，就我们人来说，比如说你有多少财富，这是无量的财富，但是你寿命没有了，你后面所有的无量都是零，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无量都不存在了。因为寿命是最最重要的，有了寿命才有其他的无量，所以把寿命在这里取作为代表。往下看庄严，庄严是说什么呢？是说生活环境无量的美好，这是一层意思。第二个是说身相具足无量的美好，没有任何缺陷，这就叫庄严。下面清净，清净是指什么？远离贪嗔痴慢疑等种种心灵上、身相上以及环境上的污染，你把这些个污染都去掉了，自然你就清净了，就是清净表达的意思。再看平等觉，平等是没有差别，没有分别心，觉是觉悟，所以清净平等觉是什么呢？是佛教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以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就是老法师常说的待人处事皆物，我们就知道了平时我们在待人处事皆物的时候应该用三种心，就是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最后一个字是精，什么叫精？精是指所说的道理、方法不受任何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永远是正确的教科书，这才能成为经。换句话说，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什么时候都是真理。哎，这个叫经，不是随便写一本书都可以成为经的。上面这个经题可以这样说，这是释迦牟尼佛为一切众生所说的大乘法中无量寿佛的极乐世界的生活环境，无量的美好说之不尽，而且当地的人民一个个都是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是彻底觉悟了的，彻底明了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这一部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教导我们如何求生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佛的一部真经。这就是我对无量寿经的一句概括。这部经是谁译的呢？是菩萨戒弟子运城夏莲居老师汇集各译的。这个夏莲居老居士啊，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位佛门大德。这个无量寿经啊传来中国，先后是有12次翻译，
其中有七次翻译失传了，现在流传下来的是五次翻译啊，就是五次翻译，就是五种译本现在是流传下来了，七种译本失传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宋朝的王龙书居士，清朝的魏源居士曾经对五种译本曾做过汇集本，但是因为这个汇集本都不是善本啊，就是不能尽善，应该这样说，不能尽善，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夏莲居老居士的这个汇集本。这个汇集本可以堪称为最善本，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所学的这个汇集本。这个本子呢是1932年到1935年受过菩萨戒的佛弟子夏莲居老居士汇集的，他是依据那五种流传下来的原译本汇集而成的，这是35年汇集而成的，到1945年出版流通，中间间隔了十年。这部经总共分为48品啊，这我们读无量寿经的都非常熟悉。这部经当时流通以后，慈州老法师曾在济南讲过，很多同学知道慈州老法师是那个时候的一名非常有名的老法师啊，慈州老法师曾在济南讲过这部无量寿经汇集本，并且为这部经做出了刻判，这是一个。第二个，梅光熙老居士，也就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舅父梅光熙老居士，曾经在中央广播电台播讲过这部无量寿经，这是第二个。此外还有一些大德们在各地宣讲此经，可以这样说，佛门出家的在家的大德们都肯定夏莲居老居士这个汇集本是无量寿经最完善的版本。前面我就简要的介绍一下无量寿经汇集本的缘起，下面我们接着往下看，看第一品经文，法会圣众第一。法会是指哪个法会？是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大会，称为法会。在这里的法会是专指释迦牟尼佛宣讲无量寿经的这次法会。看圣众，我们先看圣是代表哪些。这个圣呢是指听法会中的听众，有声闻，有罗汉，有菩萨，这些个人称为圣。下面还有个众呢，这个众是指一般的大众，但是我们读了《无量寿经》以后，就会发现，参加这次法会的圣众全是大圣级一级的人物，没有一般的大众，这我们在整个经文里就会体悟到的，这是圣和众的解释。那我们现在就说一说这一品经文它主要是说什么，主要是说听法会的大众们非同一般，也就是说听众的殊胜，这一品经文主要是说这个主题。下面我们往下看，看具体的经文。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笃觉山中，遇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已达。我们现在就先看这一段经文，也对其中的一些关键的词语做一简单的解释。首先看如是我闻的如是两个字，如是这两个字是佛门中一切经的开端。我们大家读经的都知道，所有的经的开端都是如是我闻。这个如呢是事实真相的代表字，它代表事实真相。这个如，那个是是什么呢？是指依真相而说的就叫是。如是就是说出宇宙人生的真相，简单的说就是说出事实的真相就叫如是。从这儿我们也看出佛所讲的经典全都是说宇宙人生的真相，没有假的。佛为众生所说的一切无量无边的经论法门，就是要为众生说出宇宙人生的真相。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说出真相，众生才能觉悟，才能开悟，才能离苦得乐，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如是呢，不仅是代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300余会法会所说的，而且这个如是是代表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所宣讲的，也不外是如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用简洁的话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如是是释迦牟尼佛49年为众生所说的宇宙人生的真相，而且是十方世界所有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所宣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这两个字。你们说这两个字重不重要？我们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说起来意义多么深刻。那就我们净宗来说，如是这两个字代表什么呢？从净宗来说，如是这两个字代表的就是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一下子就贴近我们这部经的主题了，是不是这样？下面接着说说我闻。我闻这个我是阿难尊者的自称，所以这个闻呢是指此经是阿难亲自听佛所说的啊，这个闻在这里就是亲自听佛所说的。这个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啊，在各个经典里都有，虽然是都有，但是它的意义深浅广狭是有不同的。这个两个字的含义的深广我们无法想象，不单是我们凡夫无法想象，即使是一切诸佛如来尽虚空遍法界也说之不尽，就是这么两个字的深刻含义啊，不单是我们说不出来想象不出来，诸佛如来怎么说都说不尽。你说这两个字的意义它该深远到什么程度？以观经所说的理论来讲啊，观经对这两字是怎么说的呢？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如就是是心是佛，这个是就是是心作佛，这八字
很多同学都是相当熟悉的，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就是这个如是啊。如是是心是佛，是是是心做佛。我们对佛经上讲的这八个字，它的真正含义、真正意趣，是不是真正懂得？如果我们只听是心是佛，可能你就死在句下了啊！你就知道是心是佛，这个就是死学，不是活学。你这样认为，你是死在这个句下，具体的死在哪个字上呢？死在那个心上了。是心是佛吗？这不有个心吗？啊，你就死在这个心字上了。怎么理解？就是说你错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大家想一想，是心是佛，我们再往下推，那我说是心是菩萨，对不对？我说是心是声闻，行不行？是心是缘觉，是罗汉，行不行？所以如果你单纯的就把它理解是心是佛，除了这个之外别的都不是，那就错了，那就是死在这个句下了。既然是是心是佛，我们想想，就是那一句话，一切法都是心想生，哎，就落在这句话上了。那既然是我们知道一切法都是心想生，那你说尽虚空变法界，哪一法不是心想生的？所以是是心是佛，是心是圆觉，是罗汉，是心是微尘。往下说没有不是的。我这么说大家是不是很理解？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佛在《法华经》上讲这个，大家听这个比较生啊，《法华经》上是怎么讲的呢？说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等等等。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说哪一法不是如是，那就是说万法全都是如是。我下面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比如说用黄金铸造了一尊佛像，我们看见了心生欢喜，肯定去虔诚的礼拜，对不对？因为是佛像嘛，是佛。那我们换一个，同样是用这个黄金铸造了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鬼，那你说刚才那尊佛它是清净的，我们去礼拜，现在铸造了一尊青面獠牙的恶鬼，你说这个恶鬼清不清净？它照样清净。我这么说可能有些同学不理解，那恶鬼怎么还能清净呢？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就像老法师曾经多次说过的，气气皆金，用黄金铸造了一尊佛像，它的本性是不是还是金？铸造了一个恶鬼，它照样是黄金呢，黄金还是它的真如本性啊，只不过是它的相不同而已。那如果说佛是清净的，我说恶鬼也是清净的，你不理解，你说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恶鬼也是清净的？我可以这样给你解释，不是恶鬼不清净，是什么不清净呢？是我们的心不清净呢。你的心看着那尊佛你就欢喜，你的心看这尊恶鬼你就不欢喜，你就生烦恼，是你的心不清净了，不是这个恶鬼不清净了。我这么说能不能听懂？这就扣在我们前面说的
一切法都是由心想生。如果你的心是黄金，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你的心要是黄金，佛也是黄金，恶鬼也是黄金，这就对了。那就无一法不清净，没有一法不平等。你现在我们对佛和对这个恶鬼，你的心是不是不平等？一不清净，二不平等。因为啥呢？你看那尊是佛，你看这个是恶鬼。但是我这么一说，你想想是不是他们的本性是一样的，都是黄金。就是老法师说的气气皆金，只是同样的东西，只是做的形状不同而已。这就代表法法都是平等的，法法都是清净的。这一段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比较生僻一些，不太好理解。老法师在这里告诉我们呢，他说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就这两句话把佛法的原理原则讲尽了，也可以说是讲绝了。再用什么样的话来说都超不过这两句话。佛所说的一切法就是说的这一事实真相，如是两个字包括一切佛法。这就是最后的一句总结，如是这两个字包括一切佛法。这是说的如是。再说说我闻，在这部经里，我闻是指《无量寿经》是阿难尊者亲自听佛所说的。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没有给后世留下什么著作。这个经典是怎么来的呢？经典的由来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弟子们集结而成的。佛经的集结是由弟子们集体来做这个工作，集结的过程是非常严谨的，是把释迦牟尼佛当年所讲的一切经典重复讲一遍。因为佛没有留下文字的东西，是后世弟子集体集结的。因为阿难尊者的记忆力非常好，他是听过一遍之后永远不会忘记啊，这真是一个本事啊。我们听完了可能这耳听那耳都冒了。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典，阿难都是亲自听的，听了以后他是一持不忘。忆是记忆的忆，持是持诵的那个持，一持不忘。因此同学们就推举阿难尊者来复讲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经典。参加这个集解的同学有多少人呢？一共有500人。这500人都不是普通人，都是证阿罗汉果以上的啊，最低都是证阿罗汉果的。所以呢，500个同学参加这个集解，阿难尊者在台上宣讲啊，也就是复讲。如果这50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觉得阿难说这句话我好像没听说，好像不是佛说的，就一个人提出异议，这个就要删掉，不可以流通后世。所以从这个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佛的经教的经典的集解真是非常严谨的，都是如语者实语者啊。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你想想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个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大多数同意就可以通过了，2/3人同意就可以通过了，是不是这样？当年佛的经典的集解
却不是这个原则啊，那就是用我们现代话说就一票否决，只要有一个人提出某句话，我好像没听佛这么说，这句话就得删掉，必须得是500个人听了以后个个点头都承认这句话确实是佛说的，才能生效，才能够在后世流传，就是这样，佛经就是这样集锦的。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阿难尊者复讲出来的。《无量寿经》是阿难尊者复讲出来的。我今天上午说，我说我这次讲《无量寿经》也是采用复讲的形式，在这里这种复讲呢，那大家可以看出来，从哪时候开始？从阿难那个时候开始的，也可以说阿难是复讲的第一个人，代代相传到今天。学生是复讲老师的讲述，这也是一种训练。所以这种训练呢，老法师说好处很多。学生因为要复讲，所以他就要专心地听老师讲课。大家听老法师讲经的时候经常说，当年他们听李炳南老师讲经，每次要有两个同学负责第二天进行复讲，就这两个要复讲的同学，他听的是非常认真的。为什么？他不敢疏忽，一疏忽老师讲这东西没听清楚，没听明白，第二天他讲不出来。而不复讲这同学呢，可能就马虎一些。老法师说，那时候李炳南老师跟大家讲，第二天复讲这同学，他听老师讲经能听到七八成，最起码也六七成左右，因为他有任务，他第二天要复讲。而第二天不复讲这同学呢，只能听去一两成，因为啥？他没有压力，那第二天我不需要复讲，我听别人说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认真听和不认真听，那相距甚远，真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佛有的进步快一些，有的进步慢一些，真是在认真二字上是不是下足功夫了。老法师告诉我们说，复讲啊，它有什么好处呢？老法师告诉我们是这么说的，说复讲的好处是与三学三会相应。大家都知道三学是什么？是戒定慧。三会是什么？是指闻会、思会、修会，这叫三会。就是复讲老师所讲的东西，你就三学三会一次完成。所以说这个好处是太殊胜了。老法师告诉我们说，根性利一点的人，他一听讲他就觉悟了，他就明理了，他就不明了，他能把自己的过失改过来。老法师曾经给我们举过一个例子，说韦提希夫人，韦提希夫人当年是在皇宫里听释迦牟尼佛讲《观无量寿佛经》，经才讲完，韦提希夫人就开悟了，就证果了。她证的是什么呢？证的是无生法忍。可以说韦提希夫人是三会成就了。哪三会呢？我刚才说了，第一个是闻会。闻会是什么？他听释迦牟尼佛讲观无量寿佛经吗？这是闻会。思会呢，他一听呢他就明白了，这就是思会。最后一个是修会，一部经讲完了他正果了，所以他一次性闻思修三会一次成功。你说这个是不是太殊胜了？
所以老法师告诉我们，这个复讲是一种好方法、好形式，因为它能够让三学三会一次完成。自从释迦牟尼佛以来，历代的祖师大德都是由复讲出身，这个我们可能有同学不知道啊，就是所有的祖师大德没有不是复讲出身的。复讲的第一人，刚才我说是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就是用这种方法训练出来的，以后自古以来这种复讲的方式一直传到今天。我这一次准备试讲这个无量寿经，我就想我用什么方法来讲呢？最后我自己先选择了用复讲的方式，然后我向师父报告了，我问师父老人家，我采用复讲的形式好不好？师父说好，可以。所以我就用复讲的形式来讲这部无量寿经。我没有阿难尊者那么大的本事，我没有那么好的记忆力，所以我就是笨鸟先飞，我用那个笨功夫、笨方法。我这一段时间呢，因为同学们替我照顾老伴子，所以我就倒出了一些时间。我用这一大段时间呢，是把老法师过去所讲的东西，我是该看的看，该听的听，是反复的看，反复的听，目的就是要采用这个复讲的形式，我要尽可能的把老法师讲的东西能够比较圆满的复讲出来，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努力方向。关于复讲呢，我就跟大家说这么些。下面在我们看经文，如是我闻之后，是一时佛在王舍城啊，后面那几句我就不说了，咱们就先说说这个一时。所有的佛经里几乎都有这个字样，一时。我们通修可能看佛经的时候，有时候就想，这个一时是哪年哪月哪日啊？是什么时间呢？肯定这个一时是表示时间的，这是没错的。那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一时是指什么时间？这个呢，用一句话说呢，就是佛讲这部经的时间。啊，一时在我们这部经里，就是说佛讲无量寿经的时间。那究竟是什么时间讲的这部无量寿经呢？我们同学有的同学们有的像我一样好奇心比较强，爱刨根问底儿。有三个条件啊，这次因为我要复讲嘛，所以我就仔细的研究了这个意识，把它我自己首先得明白，然后我才能跟同学们说明白嘛。老法师特别赞成意识这两个字。老法师说，佛用一时这两个字用的实在是太妙啊！老法师说是太妙了。他妙在哪儿呢？他表达的意思就这么两个字，把几个意思表达的淋漓尽致。这个一时是指什么？就是众生根性机缘成熟的时候。简单的说，我有时候是说的比较简洁，我说根熟众生啊，就众生的根成熟了。什么样的根成熟了呢？成佛的根源成熟了啊，就是根熟众生，这是第一个，众生的根源成熟了。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众生的信愿行三资粮同时具足了。注意这一个词，同时具足，同时两字，就是信愿行缺一不可，三样一样不缺了，这叫同时具足。只有在这个时候佛才会讲这个法门，
因为这个法门太殊胜了，太难信了。如果众生的信愿行不具足，或者是不全具足，那佛是不会说这个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说了众生不理解，他不接受，你不等于白说吗？所以一定要是这个条件要具足。这个法门呢，众生能够深信不疑，那真是不简单。所以佛说，如果众生听了之后，他心生欢喜，一心求生，这是什么呢？是他的愿成就了。如果他说听到这个法门之后，他深信不疑，是他的信成就了。然后他信成就了，愿成就了，他又不怀疑，去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他这个行也成就了。所以这三个成就同时具足了，佛才能说这个法门。如果在众生这三种不完全具足的时候，佛说这个法门是多余的，因为众生不相信，他不接受。这个时候为什么佛要宣讲无量寿经呢？因为佛看到大众之中有一些人根熟了啊，就是成熟了，成佛的机缘成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佛不说这部经，不说这个法门，佛对不起众生，因为根熟了，没人给说法呀，他成就不了啊，是不是这样？所以你们同学们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这部经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说出来的。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众生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了。如果理解不好啊，就说神通了，不是。老法师是这样给我们说的：众生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之时。所以我们概括前面我所讲的这一段话，就是说这个一时究竟是表什么意思？三条，概括的说三条。第一条是众生根熟之时，一个时；第二个，信愿行三个条件同时具足之时；第三个，众生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之时。这三个之时，三而合一，就是佛经里所说的一时。这回以后我们再看佛经，就不会再问这个一时到底是何年何月何日了。佛经是这么解释的，这是一时。下面我们再往下看经文。佛在王舍城，这个佛在王舍城祈祖绝山中，遇大比丘众12000人聚，一切大圣神通已达。这里面又出了一时佛在王舍城中，这个佛当然还是指释迦牟尼佛啊，这里是指释迦牟尼佛。后面说遇大比丘众，那这个大是什么意思？这个大就是指生大解、破大恶、正大果，这个叫大。那后面是大比丘，那这个比丘，大比丘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比丘。比丘这两个字啊，是梵语，是佛家出家弟子的通称，都叫比丘啊。这个我们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这个比丘有三个意思，可能有同学不是太理解了解的，我在这里说说这三个意思。这比丘的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是乞士。那个乞呢，就是乞讨的那个乞，乞丐的乞；士呢，就是战士士兵的那个士。
这个是什么意思？启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是起食养身，起法养心，它是两个起。这里的启示呢，和我们理解的那个乞丐啊，那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启示是指很有道德、很有学问的启示者。这个启示很有道德、很有学问，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启示的意思是破恶，破什么呢？破贪嗔痴等烦恼恶，这是启示的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不魔，不恐怖那个不啊，魔鬼那魔，不魔。因为什么？魔的娇慢心理是很重的。这个魔最怕什么呢？最怕别人超过自己。这个时候比丘发心修道，一心希求出离三界，所以魔见了他心生恐怖啊。所以说启示有布魔的功能，就是这个。说到比丘呢，我想多说两句。多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比丘啊，也称为乞士。这个士呢，在我们中国古代社会是地位最高的啊。古代社会它是这么划分的，说分为四等啊。如果人分为四等，它是士、农、工、商，士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个士，就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就叫知识分子。那就说在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地位最高，最受人的尊重，就是这样的。所以可以那样说，古代社会是知识分子的社会。人们尊重知识，尊重德行。启示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乞讨者完全不一样，他是很有修行、很有道德的启示者，社会上对他们是非常恭敬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佛弟子和这些启示们是接受四众的大众的供养。那时候的供养就是四世供养，这个四世供养大家熟悉，就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是这样接受供养，和我们现在的供养是大大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的佛弟子是日中一食，就是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是过午不食。所以因为那个时候是日中一食嘛，所以大众每天只供养这乞士一顿饭就可以了。大家可能会问，说那日中一食能行吗？因为佛在世的时候啊，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生在那个时代人比较单纯啊，我们就用现代话来说吧，人比较单纯，他心清净，他烦恼少，外面也没有那么多的诱惑，所以呢他消耗的能量就少。我记得老法师多次说，说我们人呢，这个能量 95% 是消耗在妄想上，只有 5% 的能量是消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是这样？就是你想他们5%消耗的能量和我们在现代人消耗的能量，那没法比。说我们现在一天，别说日中一食，一天三餐还饿呢，还得吃点那个夜餐呐、什么的，吃点干果啊。我们现代人不现在都实行这个吗？那个时候因为他消耗的能量小，所以他日中一食是完全可以的。我们现在如果是妄念少，我们也可以少吃。我就想说说我自己的体会。我是5-6年以前吧，我就把
三餐改为两餐，我就把晚餐取消了。为什么把晚餐取消呢？我不是刻意的，我一定要吃两餐，不是的，因为我感觉可能是年龄大了，这个消化功能也减弱了，吃多了以后吧，就觉得不舒服，尤其是晚上，因为晚上我睡觉比较早，我八点钟就睡觉了。所以如果晚上这顿饭吃了呢，时间不长就睡了，可能就消化就不好，就觉得胃不舒服，所以我就把晚餐取消了。我老伴儿呢也和我一样也吃两餐呢，吃了一段时间呢，我觉得挺好，哎，挺舒服的，就那种难受的感觉就没有了。过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吧，我就把两餐改成了一餐。这个呢也不是我刻意的要去吃一顿饭一定要日中一食等等，没有这个想法，我就想试试，我觉得两餐这么长时间还挺好的，那我再看看一餐。我改成一餐以后，我老伴儿没改一餐，他仍然是两餐。我吃了大约是三四年的日中一食吧，但是我不是过午不食，我是这一天什么时间有功夫我就什么时间吃这顿饭，没功夫我就先不吃，所以是日中一食是保证了，但是不是过午不食。吃了这三年多吧，将近四年，哎，我觉得挺好的。我什么时候又不吃一餐了呢？就是我17年的4月份去香港这一次，在那之前我生病了，到香港以后呢，是被师父老人家发现了，被身边的同修发现了，他们就很着急，就想为我调整身体，然后就给我配了一些中药。这些个中药呢，它有的是饭前吃，有的是饭后吃，大家可能知道这个中药大部分都有这个要求，饭前吃饭后吃。没办法，我就又恢复了一日三餐，但是这三餐呢，每一餐我都吃的非常少，就跟我日中一食那一餐呢，那个量可能也差不多，但是我是三餐我都吃了，就为了应付吃这个中药。哎，一直到我来到这个道场以后，我是去年6月20号来到这个道场的，那个时候还是一日三餐，因为我中药没吃完。等我中药吃的差不多了，我就开始申请，我要申请减成两餐。结果道场的护法居士坚决不同意，说你必须得坚持三餐，因为你还有药没吃完。所以这个一直到大约是一个多月以前吧，不到两个月，我再三的申请，我说我一定要申请减去一餐，后来同意了，所以我现在是一日两餐。通过我的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我觉得一日一餐真的可以。如果是一日一餐不行，一日两餐是非常非常可以的了。我在这里劝那些年龄比较大的老同学们，最好是一天吃两顿饭，早晨吃一次，中午吃一次，晚上那次不吃。你试试看，如果要是不行，那你还三餐。如果你觉得哎呀真挺好的，我建议老年人吃两餐最好。如果你能吃一餐呢，那不要强求啊，一定要顺其自然。下面再说说这个大圣，这个就是这个词里不有个大圣吗？一切大圣神通已达，这个大圣是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大圣？是已经断了妄想分别执着的人才能成为大圣。后面一句神通已达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大家听我来解释。这两句话呢是赞叹大菩萨的，这菩萨前面有个大字，就是神大一切大圣神通已达，这两句话是赞叹大菩萨的，意思是说
说这些参加这次法会的大众及佛的学生都是大菩萨大圣。前面我刚才点了一句没说透，在这里我明确地告诉大家，就是参加无量寿经法会的这一会的参加者没有一个凡夫俗子啊，用白话说就这么说吧，全是大菩萨，全是大圣，一般的是不可以这样称呼的。那个一切不要忘了，是参加法会的所有人，这个经上明确告诉我们多少人，12000人，就是参加这次法会的12000人全都是大菩萨大圣，没有凡夫，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这两句话重不重要，再看神通已达这句话重点在哪，在那个达上。什么叫达？达是圆满的通达，没有一点障碍，那叫达。谁能达？只有大圣才能已达，别的人不够资格，你已达不了，是吧？你那个所谓的圆满可能有欠缺，而这些个大圣他们所具备的是圆满的通达，没有丝毫的障碍。所以从这个赞叹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什么呢？可以看出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能不能看出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佛出世然后给大众讲经说法，多少人在拥护他？他是一佛出世，而下面来参加法会的这个可以说是千佛拥护，这给我们现代人做出了一个榜样。什么榜样呢？诸佛菩萨有没有嫉妒？没有。如果有嫉妒了，你释迦牟尼佛你凭啥成佛了？为什么我们没成佛？为什么你讲经我们没讲经？哎，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做法。而佛菩萨没有嫉妒，没有障碍，哪一个带头都一样啊，都拥护，绝对平等，没有高尚，没有低下，是不是这样？就像唱戏一样，这一台戏有主角有配角，是不是这样？那这场戏谁是主角呢？释迦牟尼佛是主角。那谁是配角呢？就来参加法会的这些大圣们大菩萨们，他们都是释迦牟尼佛这场戏的配角。扮演谁呢？扮演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实际上参加这次法会这些大圣们，有的是古佛再来，有的成佛的时节在释迦牟尼佛之前。你说就这些古佛来扮演释迦牟尼佛的学生，来支持他这个法会，是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如果我们现代人可能说，我自个儿比你老，我凭啥给你当学生？古代的佛菩萨真是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什么目的？度众生，这是诸佛菩萨唯一的一个目的。所以他们不会你争我斗，不会比你高我低啊！你为什么成佛，我为什么没成佛，你为什么早了，我为什么晚了，佛菩萨是不搞这些的。所以我现在吧多次跟大家说，我们佛门弟子不搞你争我斗，不搞人我是非啊，一定要和谐。你说向古佛们学习多好，是吧？一个人有成就，大家都赞叹，大家都学习，你说这有多好？要补台，不要拆台。所以古佛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好的榜样，谁做主角都好，谁做配角都好，都要把自己那个角色扮演好，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下面一句
是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鲁觉山东。我们再往下说，这个王舍城是什么地方？齐鲁觉山中，这个齐鲁觉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山？这两句呢，就是说佛讲这次法会的地点。他们这不前面有时间，然后这有地点，后面还要说具体的参加的大众的具体人啊。刚才只是说了一个大概，因为今天的时间到了，所以下面的王舍城和齐鲁觉山，我们就留作下一节课继续给大家讲。感恩大家，阿弥陀佛。